子倩，啥是子倩？歹势啦，这是我的物件，无说你拿落来，多谢你。啊，歹势啦，我认着人啊，子倩是我的查某囝啦。哦，啊，刚是两位的查某囝，不是阮两个的啦，是我的。安尼就足奇怪啊！卡说是家己的查某囝，是安怎会认唔着？做妈妈的不是应该对家己的查某囝足熟悉？啊，那这你就唔知啊啦！伊这个查某囝哦，自细就无带在身躯边啦，后尾阿公才往送出去美国读册啦，啊，读读的煞甲一个老教授相带走啦，啊。册也无读，大学也无毕业，啊，搁好啊啦！你讲这要创啥？我的妈妈真正对我的过去感觉足见笑的，连听拢无愿意听，早就无爱听我。歹势啦，伊个人哦，就较狡猾啦。啊，是讲你嘛是伫个遮等娶位了？是啊。啊，你是一个人啊？嗯，啊，你若是愿意，无稍等的，咱会当共到家。我是嘛意思是讲哦，今日你一人家己食饭哦，寂寞啦，啊，不如咱大家做伙食较好咧。我的朋友临时约我，我就先去陪啊。哎，歹势，叫问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啊 ？I'm Jesse， 我叫宋美华啦。宋阿姨，咱有缘再见啦。好，有缘再见。与有心集团加督导李杰造镇计划，李家并购了光耀汽车，在短期之内做了不少的扩充，所以说来我也将对。Strategy, management, and technology 这三方面来最算。Let's start from strategy. 首先爱重视的就是并购了产品重新定位以及进入市场的策略。第二，光耀电动车背后大家驾驶进行，原本仅受到欢迎的油电车款，绝对袂淡款。报告，永兴确实贵北拜是液体。虽然讲部分营业额没有达标，不过整体业绩确实是北拜。这管理的部分就较复杂啊，因为扩充跟并购一定会产生重复的相关组织。这面对手来需要大笔资金的光耀汽车还有造镇计划，永兴集团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。资金的部分，财务部这边也有提出相当的规划。资料我是有看过，但不过还有淡薄仔问题。那呢？你认为应该安怎做呢？照我的看法，组织一定要先重组，裁撤或是合并相关部门，让永兴集团先瘦身，才能发挥最大的绩效。由于公司短时间来扩充光耀汽车。个造镇计划这两个真重要 case， 人力是无够的，合并是无问题啦，按我猜测，就淡薄困难啦。因为我进前的客户是听到记者们讲欢迎，就因为这个扩充，面工作量已经增加真济啊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啊，不过就算安尼，减少冗员也是足必要的，因为。绩效不佳，讲较歹听的，就是薪水小偷。啊，你对领职员工就无公平。嗯，那我做实例，今日表较要死，公司煞宣布讲奖金是定额，你敢会欢喜？
对公司该有向心力。开始是安尼啦，做侪就领侪，安尼当七个员工的动力啊。啊，不过缺额那是无补起来，对员工来讲也是种压力啊。Don't worry， 因为都还好，开发最适合人力资源，网罗需要的人才，这嘛是我会当替客户提供的服务。拄仔这个问题，我阁想要请教你。这决心哦，还是真有自信啦。哎，想法甲计划我拢真好啊。到时你请员工，你对公司有帮助，而且我要进步上侪，以后你会当较安心啊。扛得住，扛得住。文耀啊，安尼真好呢。我本来我廖尊讲哦，我这个想法你也拒绝，想袂到你也无反对啊。啊，爸，我是为了要你安心啦。安心咯，我当然嘛安心。欸、我即摆哦，这是看有闲啊无？哦哦。文耀根本就是超过要利用这查某来气我，唔只会答应罗在兴迄个家暴的提议。原来哥有找对象去拍算，我竟然拢无发现。哦，无法度啊！为了看哥的志向，拢要满十八岁啊！我哥是单身汉，爸当然烦恼，伊希望我身边有人会当陪伴我啦。哎，文耀，你回简讯了呢？伊讲伊拄好有闲啦，吼、哦！哎，讲你若是无去，也莫去大个饭店洗衣啦。伊当尾伊喺饭店的餐厅请你食饭啦，啊！哦，那看起来我甲伊不真缘呢。看起来伊应该是对咱文耀印象袂歹啦，啊是讲这嘛是难免的啊，毕竟哦，咱文耀是永兴集团的二公子嘛。哎呀，唔是啦，这是唔是这款人啦，是咱文耀写作人一表人才啦。你若是愿意哦，咱倒会好定哦，绝对可以陪人伴啊，大家来吹口口啦。啊，是讲人查囡仔都讲要请食饭啊，然后你嘛袂用双手空空过啊，无啊去酒窖替你敬一罐红酒好不好？哦，安尼好啊。哎，这阵啊哦，金鱼在咧恁阿姨的身躯边学真济呢，阿姨红酒哦啊真有研究啊啦，一定哦金鱼去提红酒，啊那唔知要提啥哦，请教金鱼啊。哦，阿嫂，安尼就麻烦你哦。没啦，行。嗯。你是不是超工伫个外面头前等罗在兴要伊甲迄查囡仔约会啊？你是不是认为你若安尼做，我得放弃你，放手又在你去？你敢会感觉你对我的感情看得伤过浅薄？我当然无安尼想，金玉，我知影你是对我真好。但我对我来讲，你就是我的小妹。我对于将来无其他心思甲想法，所以你应该把你的感情放在别人身躯顶。昨昏的代志，袂当当作无发生过，希望你能想通。我无爱，我对你好的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而且伫个昨昏，我向你表达我的心意之前，你对我嘛足好个，敢毋是？小雨，咱两个自细汉就是互相挖苦、互相照顾，一切拢是做主人，嘛拢无压力啊，敢毋是？啊是安怎？伫我对你表白了后，你就开始闪避我，甚至连看我的眼神，拢充满防备啊！
因为对我的感情已经不单纯了。你也别讲，我对你的爱是在这个世界上上该单纯、上该无企图、上真、嘛上清气的爱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冇改变过呢。这个世界上上该了解你的人是我，是安怎你却连一点点的机会拢唔肯给我？你这样着急要记住我，可是因为你心内有别人啊。那个人就是罗安姐对不？啊，对不？你有个公司啊？罗安姐对我来讲，嘛是我的小妹。那你是安怎连一点点机会拢唔爱给我？是安怎你心内这位置？我唔肯留给我，敢讲我真正有这样差，差到你完全都无要考虑我。静月，我已经甲你讲啊足清楚啊，咱两个人是无可能的。你甲心锁看我身躯顶，迄是阮细汉时阵，咱拢唔知影这世界有偌大。所以你若准讲，咱两个相依为命，迄种革命情感是爱情，其实唔是。静月，我相信，只你愿意把心打开，凡事等你不结识了后，你一定拄到你真正喜欢的人。我唔爱听，我真唔爱听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建议啊！但根本无人了解我，好不好？我家己的心事我上清楚，唔免你讲。小雨，敢是？你怕说答应跟我做伙了，你会失去一个小妹，还是你怕说干爹会骂你，还是我对你无感觉？我不是静月，你安尼，我以后变作面对你，咱即摆成婚，你是我的大嫂，我是你的小姐啊，你做个所有注意拢放我身躯顶，万一。和罗家风化黑，还咱内部破局，你变怎向爸交代？你跟我想过，后果我严重。我来赶紧叫大嫂，唔头拣一支酒精浓度相关的酒，若无我哥一定是杯着醉，安尼就受过浪费。那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操烦。罗家风黑，我家己自然会应付啊。也不过，我已经无法度暗藏我对你的感情了。我喜欢你，我就喜欢你的。我喜欢你，到我已经特别起笑啊！你给我听清楚哦，你不准离开我，有听到无？啊，若无，我会足痛苦的，我会痛苦到我当时失去你时，我拢唔知影。大嫂，伊是。跟二哥表白，伊对二哥有意思，伊哪会当跟伊二哥？